我帮你来。这个皮卡擦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爱之家的小伙伴。爱之家现在目前有5000多只流浪狗。陈阿姨在最初建造这里的时候，想把这里打造成狗狗的乐园，有泳池，有草地，有花园。可是随着时间，这里的狗狗越来越多，所以说陈阿姨的这个梦想就搁置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带来一个小惊喜，希望狗狗们也能体验一下在乐园里面的快乐。小哥哥当过军犬，没当过兵，把朵朵抢到了一会儿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蹦床给打开。小丽，你原来玩过蹦床没？没有，没玩过蹦床，你没有童年吧？哦，今天让你玩疯。这个是小丽和狗玩的。从比赛现在开始，你那么子不得行啊！我帮你来，同一个姿势。来，豆豆，过来，过来。来，豆儿，过来。豆豆，你要为艺术献身了。哎，他弹不起来了。太重了，比你还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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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重哦！我觉得蹦床好累啊，累啊！我今天血压应该上升了，我头上轻轻的冒出汗。哎，我切了，我好热哦！等会儿，你看这边天好热啊，好热。狗齐备，1、2、3、4。二，一，我又压到你了。他们好可怜。对了，我们俩站对着，你不要再把我压死了。明年奥运会能看到。哎呦，哎呦，冠军，冠军。我要来吧，互相伤害吧。啊！我这个怎么那么臭？操你的脚！太臭了，晕了。使劲儿，来使劲儿！哎呦！你这个口臭闻着实在是有点难受。这个皮卡啥子？好累哦，但是很好玩，就是那种感觉像喝了至少半打啤酒的那种上头的感觉。我不想说话，你比我干在爱之家干活还累。就是啊，这个活动还是很有趣的，但是实在是太累人了，我的天，脑袋超级晕，崩完之后，我的
战友已经倒在了这里，安息吧。我也起哈啊！快给他做人工呼吸，快快！极限救援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今天的蹦床活动呢，就到这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蹦床呢，我们会留在爱之家。然后小李说他要睡在这里，以后这就是小李的床了。以后如果还有其他的小伙伴来爱之家，也可以来这里玩一玩，蹦一蹦，带着你们的狗狗。